收睇月子好宝宝，我是月子好宝宝的节目主持人杜秋霞 Vivian。 很多初初为人父母的家长都未必懂得为自己的 BB 揀选合适的婴儿产品，究竟在揀选方面应该要注意什么呢？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两位嘉宾，就是 Danny 和 Ophelia 上来跟我们聊聊天和介绍一下。两位你们好啊。好。我想问一下，其实头先都讲咗咯，好多咧初初为人父母家长咧，未必识得咧为自己嘅 B B 咧拣选合适嘅婴儿产品噶嘛。咁我哋喺拣选方面咧，应该要注意啲咩咧？其实最紧要咧就是注意翻咧嗰个用料，同埋佢嘅品质，同埋系咪对 B B 系健康嘅。因為如果是用得太多啲係唔健康的用料的話，其實有機會令到小朋友是敏感的。但很多時候其實我哋都未必知道咧，呢一樣產品咧係咪會導致到自己個 B B 咧會有敏感的情況出現噶嘛？咁其實咧，我哋係咪應該咧穩陣起見咧，會揀選一啲有機嘅產品會好啲咧？同埋有機天然的產品咧，係會比較適合啲啦。點解咧？因為始終係唔會有咁多化學物喺度，化學物對小朋友嘅影響實在太大啦。無論係踩個皮膚上啦，或者佢用嘅，或者佢食嘅，其實對個小朋友嚟講個健康都係有個好長遠嘅影響嘅。咁其實講起咧嬰兒嘅用品啦，其實初出世嘅 B B 咧最常用咧就係尿片啦。咁其實我哋一般用嘅尿片咧有啲咩問題咧？而家最多人用的尿片，我們都講是話即棄的紙尿片。即棄紙尿片它的吸濕的方法其實是來自有些化學物製造在那個片裡面，令到它可以吸到尿尿的。這些化學物話明是化學物，即是對 BB 來說不是一個很健康的東西。我們都跟醫生護士聊過偈，他都說其實他們都見到有大概八成的小朋友，即是 BB 用布尿用紙尿片的時候是會有敏感的。不過很多家長就會忽略了這一件事，就覺得我 BB 有尿布疹，幫我查一些 PEP 膏先，這樣查完 PEP 膏好回了，我繼續用那個紙尿片。若果是覺得可能這隻紙尿片牌子不對，就轉過第二隻。其實只不過是將那個問題是分散了個注意而已，其實個 BB 仍然是會對那樣東西敏感的。即其實那個問題是依然存在了的，就算你可能即查了 PEP 膏它是好回了，好回完之後其實它又會不停地會再循環，又會再翻發這樣。是的。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啦，其實點解呢樣嘢咧會特別對一個即可能男仔嚟講會影響會大啲咧？因為男仔係唔係咁適宜比較，因為佢紙尿片啦嚇係會比較唔透氣，係比較焗嘅。咁對男仔嚟講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咁好嘅，因為男仔就唔係幾適宜焗住個下體嘅。咁我知道咧，其實你都帶咗一啲產品嚟咧，其實係可以解決以上嘅問題嘅喎，可唔可以為我哋介紹一下咧？好嘅。我就帶了一些布尿片來啦。這隻布尿片呢，其實現在很多父母都很注重環保和健康，變成布尿片其實很多父母都開始認識的了。這隻布尿片的特別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片心是和片殼其實可以甩出來的。甩得出來。片心呢就用有機棉來做，有機棉的吸濕力呢是會比較強一點，而且它這個車的方法呢裡面已經用了六針的，所以變成它吸濕力呢是會挺好的。它亦都做了一些防流的，就是它面頭是防流，在個片心的位置亦都是防流，令到它不會那麼容易在個片殼那裡是整濕的。每次呢 BB 換片的時候呢，就可以將個片殼剝了它，把個片心剝了出來， OK， 換過了乾淨的片心上去，那就可以繼續用。是的。可不可以讓我摸一下質地？可以可以。很好奇啊。是的，其實都很舒服的。真的，其實很薄，原來已經有六針了。是的。那
這個呢就是加強它讓它不要流出來，是所以它特意車到呢，其實很多家長呢都會很害怕它會可能會流一些小便或者大便這樣呢，到時清潔起上來呢是很麻煩的嘛，你整張床要再洗過的、嗯、哦，這樣的換的時候呢就是這樣拆了，是的个片心出嚟，咁就换个干净嘅片心上去。咁、个片壳唔使每一次都换咧，咁变咗其实系可以买少啲个片壳，买多配多啲片心，咁就可以用多落多啲咯。系、啦，亦都系悭钱啲啦。咁其实好多家长咧，除咗留意呢、一个防漏问题啦，同埋呢个透气度之外咧，其实呢一个吸湿力都好紧要。咁喺吸湿力嗰方面，其实又会做咗啲乜嘢？因為有機棉本身咧，係比起一般嘅棉咧，佢係比較吸濕啲嘅，咁亦都係對小朋友嘅敏感嘅機會亦都會細啲嚇。咁、若果譬如話呢啲咧，一般你 standard 咧日頭用日間用咧，這個咧係已經足夠嘅。不過如果有啲 B B 可能瞓覺嘅時候個尿尿會比較多，媽媽亦都唔想喺中間咧係叫醒 B B 換片嘅話咧，其實佢可以加個咧呢、這個係我哋叫 booster， 即係加多一浸落去。咁咧呢度兩塊嚟嘅，咁加多一塊落去咧，咁 B B 就可以過到嘢噶啦。即係其實都係呢一塊嚟嘅。係多塊，不過係就加多咗一塊落去啦。哦，再加多喺呢度，咁樣咁佢嗰個如果夜晚可能嗰個尿量會比較多嘅話，係啦係啦，因為時間會比較長啲啊嘛，咁、就已經足夠俾到 B B 過夜噶啦。同埋我想問一下，其實佢會唔會話分零至零個月至到半歲咁樣就係呢一個 size， 跟住之後又會再轉 size 咁樣嘅？其實呢個片殼嘅設計咧，我哋示範一下。好。其實佢前面咧有三粒白紐嘅。OK， 咁你將佢校到去最高個最低嗰粒白紐嘅話咧，咁個片心咧個片殼咧其實就會細咗噶啦。哦，原來咁樣嘅。係啦，咁佢個片咧。就個長短咧就會短咗啦，咁喺個腰嗰個位度嚟咧，亦都係可以咧校翻細嘅喎，因為佢好多個白紐，你可以校到去最細嗰個位。所以個設計係特登咧設計到咁多白紐，因為初生 B B 個 pat pat 真係好細噶嘛。係啦係啦，咁因為除咗白紐咧，因為有啲人就話：哎呀，白紐其實會唔會幾麻煩下咧？咁佢同一個片心，同一個設計咧，呢個尿片咧。其實佢亦都會有一隻咧，係用魔術貼嘅，即係喺個腰度用魔術貼。咁咧魔術貼，你尤其是細嘅 B B 咧，你會方便好多咯。但係點解亦都會有白紐出現呢？就話若果好細嘅 B B， 你用魔術貼好方便，但係到佢大個咧，其實魔術貼咧 B B 好叻，佢會剝咗佢嘅嚇。咁即係等於紙尿片，其實 B B 都會好叻剝咗佢嘅。有時佢覺得唔舒服，佢就會剝咗佢。咁變咗白紐咧，就可以咧解決到呢個俾 B B 自己剝嗰個問題啦。係啦，咁係變咗兩樣佢。都會有嘅。哦，咁其實咁講嘅話，應該可以用到。係，如果佢兩歲都仲用緊尿片嘅話，其實正式嚟講咧，佢係可以用到 B B 咧三十幾磅嘅。即係佢嘅預計係大概三歲到啦。係啦，咁嗱，一般 B B 咧三歲咧都會戒咗片㗎啦。咁但係若果 B B 真係唔戒片咧，呢個牌子咧亦都出咗另外一種嘢咧，係可以解決啲大個啲 B B 嘅需要嘅，就係、有啲褲仔嘅。咁我哋一陣可以都講一講個褲仔咯，但係而家我講埋有少少嘢咧，就係關於呢個咧，其實除咗嗰個環保嘅布片心之外，其實佢出街咧亦都可以換一隻咧係環保片心係紙嘅，因為你如果你帶出街，你都可以用布嘅，但係布嘅你變咗係濕咗之後咧，你就將呢個濕布袋翻落自己個袋，跟住攞翻嚟，可能如果你換得多，就都會重啊或者剩嘅。咁另外一個 choice 咧就係話可以咧用一個紙嘅，但係呢只係環保尿片嚟嘅，咁佢亦都有啲貼喺度，剝咗佢之後咧就可以貼翻上去嗰個片殼嗰度咁樣用嘅。咁呢一樣嘢咧，就去到街啦，你要換片咧，就將佢搣開抌咗佢就得啦。咁而呢一塊嘢咧，因為係環保嘅，咁佢喺五個月度咧就可以生物分解噶啦。versus 而家出邊街嘅紙尿片咧，係大概500年先至可以生物分解嘅。哦，係哇，咁呢種係環保好多喎。係，其實都好貼心喎，即係咧都會處理埋呢個爸爸媽媽可能去街嗰個問題啊，因為真係啊，如果去街用布嘅話咧，即係有時可能會麻，係啊，唔方便咯，即係冇可能會拎住一袋濕咗嘅溜溜咁樣就周圍走。咁其實會唔會咧有父母都會話，咁其實咁樣貼實唔實㗎？即係會唔會移咗位㗎咁樣嘅？係，因為佢本身咧就上下佢都有一個貼嘅。
咁變咗係咧，佢就 make sure 佢貼住咗兩邊咧，其實就唔會移位嘅。So far 我哋啲客翻嚟啲 comment 咧都幾好噶。是啦，咁呢個都係啦，佢片心都有兩個八樓嘅原因咧，就話出面好多片心咧就咁攝落去，咁就好易移位嘅，或者就咁擺上去，所以佢特登都落咗兩個八樓嘅設計咧，令到佢唔會周圍喐嘅。咁其實呢、這個布料片啦，除咗咧對 B B 個 pat pat 好之外啦，咁其實對環境都好好喎，係咪啊？係啊，因為你用咗布料片，即係其實你都係等於件衫咁樣，你每一日去洗個布料片嘅啫。咁同埋一來佢仲初生，亦都已經可以用到介片，都是呢一樣嘢嘅，咁變咗係你用嘅嘢就係少咗嘅。咁因為一個 B B 出世至到佢戒片咧，我哋預計咧大概係要用6000條紙尿片嘅，即係換6000條片啦嚇。咁但係你係如果你用紙尿片，即係你要換6000條咯嚇。咁你想象翻，其實我哋而家香港有幾多個 B B 係用緊片片咧？每一日咁我預10-20萬個 B B 啦，而家嘅出生率，咁即係你預計每一日最少都有100萬條。嘅紙尿片係抌落我哋香港嘅堆填區入邊咯，係啦，即係對住個環境嚟講，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嘅都。同埋頭先咧，係咪Ophelia 其實都有一樣嘢想介紹一下嘅咧？係啦。咁除咗片片呢個用到佢30幾磅之外咧，其實佢而家都新出咗一樣嘢咧，係一個片褲褲嚟嘅，就等於我哋啲紙尿褲啦。咁就係變咗到環保啦，因為用布嘅，咁就可以咧俾 B B 從一歲幾就開始用噶啦。咁佢分別咧就係話同呢個唔同咧，就佢可以自己穿上去著住嘅，係啦。到佢大個啲啦，咁佢可以轉咗個邊呢度咧。咁佢就一路可以用落去，其實可以用到 B B 5歲嘅，因為有啲 B B 真係冇咁快戒到片嘅話咧，咁可以咁樣用啦。係啊，佢轉邊嘅意思係即係佢可以將呢個剝咗佢，即係再去闊啲鬆，整闊啲係啦。但係嗰個呢個面頭咧就會用翻同一條啦，咁我可以慳翻啲啦。咁我想問一下，其實咧通常咧嗰個清潔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佢大便嘅話，又應該要點樣清潔？小便嗰啲又應該要點樣洗咧？如果佢是純粹wee 小便的話咧，我哋就一般都將佢儲埋一堆，咁唔需要浸水嘅，因為布浸水係對塊布係唔好嘅。咁跟住咧就一次過機洗又得，手洗都得嘅嚇。咁如果係便便嘅話，哎呀，會唔會好麻煩咧？咁其實有兩種方法，一個咧就係話你先預先咧每一次換片之前嘅時候咧，你就將一塊隔尿墊或者係隔便便墊啦，先鋪咗喺個布尿片上邊，先至俾 B B 用。咁佢有兩個作用嘅喎，一個 keep 住 B B 比較乾爽啲啦，另外就話如果 B B 係便便嘅話，你就成張紙攞起嚟咧，抌落廁所沖咗佢，咁就將啲便便沖咗佢。哦，即係其實呢張紙都可以抌落廁所沖嘅。係啦，佢可以沖得，同埋佢亦都可以生物分解，環保紙嚟嘅。哦，係啦，對環境係冇污染嘅。係啦，咁如果萬一另外一個 choice 就話我唔用喎，我發覺好麻煩喎，咁真係便便咗喺度咧，其實清潔方法都好簡單嘅，將啲便便抌落廁所之後咧，揾花灑沖下佢，其實佢已經有90%咧係冇咗㗎啦。咁就好方便喎。今日咧真係唔該曬 Danny 啦，同埋 Ophelia 嘅。咁我哋而家咧先嚟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再繼續為大家介紹過以下嘅產品嘅。咁我哋轉頭見啦。传统培育智慧，现代护理调养，专业培育员陪你坐月子，爱宝宝，爱锡你的身子，好月子培育，令宝宝健康，令妈咪无忧，月子坐得好，一世无烦恼。室内设计源于生活艺术，方便你日常所需，优化你家居环境，表达你对生活的品味。写意家居设计20多年来室内设计装修工程经验，尽心尽力为你打造写意家居，写意生活。叠叠罕见火锅配料，配以惊喜创新汤底，火锅的一哥，首选宝哥火锅。QuickStep 环保高科地板原装比利时入口，安装方便，容易打理。如有任何查询，欢迎亲临快易店。
摄猎细致影像，全新2000万像素 Samsung NX 200。爸爸妈妈你们好啊，欢迎回来月子好宝宝，继续有我到秋霞 Vivian 和身边的两位嘉宾，他们呢分别就是 Danny 和 Ophelia 的。两位你们好啊。你好。咁我想问一下啦，头先我哋就介绍咗呢个好环保嘅布料片啦。咁我哋而家介绍一下咧一啲天然有机嘅 B B 用嘅护肤品。咁其实我想问一下，其实点解 B B 都要用护肤品呢？其实咧而家市面上咧一般都系针对着大人用嘅护肤品嘅。咁至于大人用嘅护肤品咧，一般嚟讲都会含有一啲化学嘅成分喺入边嘅。咁因为确保佢哋嘅成本啊，又或者佢哋嘅储存方法啊，可以。咁咧就冇好少會著針對小朋友嘅，咁有見及此咧，咁呢個生產商咧就針對為小朋友而設嘅有機護膚品，咁樣嘅。咁其實大人個皮膚同埋小朋友個皮膚有啲咩分別咧？點解要分開用咁樣？嗱，小朋友皮膚咧比較會比較薄少少嘅。同埋佢哋係未成完全成長曬咧，所以咧佢哋會好容易吸收到外來嘅化學物嘅。咁其實市面上咧有咩 B B 嘅護膚品係可以選擇嘅咧？小朋友護膚品包括一般嘅沖涼洗頭啊、lotion 啊、尿布疹膏同埋濕疹膏咁樣嘅。咁我知道咧 ，Danny 你今日咧都介紹咗呢個幾款嘅產品啦，咁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呢幾款嘅嬰兒嘅產品咧？可唔可以講解一下咧？我哋呢只咧會有一隻叫Soothing Cream， 係專係咧針對敏感皮膚嘅。咁咧佢就入邊咧又有機蘆薈同埋有機青瓜，咁咧有效咧可以舒緩咧敏感嘅問題嘅。咁一般嚟講咧小朋友咧如果佢嘅皮膚咧保持濕潤咧，就會大大咁減低咗佢嘅敏感嘅問題嘅。咁咧另外咧會有一隻咧叫做太陽油。咁其實咧，小朋友咧好多時咧都會因為太陽猛烈嘅太陽會令到個皮膚受損嘅。咁呢個太陽油咧入邊咧就有一個zinc喺入邊，咁係純天然嘅zinc，咁咧就會有效咁抵擋到太陽嘅紫外光咁樣嘅。咁入邊全部都係有機天然成分嘅。咁咧入邊所有嘅成分咧，譬如用天然嘅植物啊，同埋生果提煉出嚟嘅，係冇任何嘅化學成分啊，或者一啲石油副產品嘅嚇。原來 B B 其實都要搽太陽油，即係每逢出街其實都要搽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啲人會忽略咗小朋友防曬呢一樣嘢嘅，因為其實好多市面上嘅啲防曬咧都會針對翻大人嘅皮膚嘅，咁亦都落咗好多啲化學物喺度噶。咁但係如果要係天然啲咧，譬如話佢用咗係 titanium dioxide 同埋 zinc oxide 喺入邊，咁亦都每樣用係5%咧，其實嗰個 combination 非常之好嘅，亦都唔會傷害個小朋友皮膚，亦都可以保護到佢啲紫外光 UVA、UVB 呢一樣嘢去刺激到佢嘅皮膚，傷害到佢嘅。但如果搽的話，其實就面啊、身嗰啲就全部搽曬。其實都搽得嘅，全部都搽得嘅，係佢從初生已經係用得嘅一樣嘢嚟嘅。所以我哋 B B 唔係成日初生就成日帶佢暴曬啊。但如果佢出去嘅時候，始終啲紫外光係會曬到個 B B 嘅。咁幫佢做咗人保護咧，就可以保護到個小朋友咯。咁呢個舒緩膏咧，咁其實會唔會話，因為 B B 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敏感問題噶嘛？有陣時可能有之前講有啲奶癬啊咁樣，咁其實咪都可以搽面啊，或者係特定邊個部分有冇話搽邊個位置咯？呢只舒緩膏佢都冇話特定係邊一個部分，因為佢都係天然啲嘅。咁佢都係其實主要咧，啲小朋友敏感好多時候都會，尤其是細 B B 咧，都會出現喺個面仔度或者手仔啲地方。咁當佢若果又出現啲紅疹疹嘅時候，無論係任何嘅敏感咧，其實佢都係搽咗一陣。
浸上去咧，其實佢好快就會舒緩到呢啲嘅敏感嘅。咁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佢都一樣要幫佢做翻個滋潤嘅呢個即係潤膚。咁佢搽咗呢一浸之後咧，我哋都有個 body butter 可以幫佢搽咗喺表面度咧，等佢咧 keep 住個皮膚嘅保濕。滋潤翻去，咁佢嘅敏感嘅機會咧，頭先 Danny 都講咗，就會大大地減少噶啦。哦，即係搽舒緩膏先，跟住呢個就作佢表面嘅保護。嗰、那個body butter 你全身都搽得啊，冇問題嘅、哦，皮膚都搽得嘅。咁舒緩膏我哋都只係針對啲係有敏感嘅地方去搽佢嘅啫。但其實佢每日清涼，使唔需要特別要清洗嗰個位置咁樣咧？其實唔怕噶，因為其實你沖涼你洗嘅時候，其實你已經將 B B 頭先擦過嘅嘢其實都洗曬噶啦。咁跟住你亦都可以再擦翻上去嘅。同埋好多時咧，其實我哋有陣時可能大人又好啊，有敏感嘅話都要揾醫生求助啦。咁醫生開藥其實同埋可能呢一款嘅舒緩膏，其實佢哋之間有咩分別呢？其實最大嘅分別就係醫生開嘅咧，多數咧都會係用類固醇嘅。因為類固醇就可以幫啲減開佢嘅消炎嘅呢樣嘢嘅，咁但係我哋用嘅呢一隻咧就係用天然嘅植物嚟幫佢消炎，而呢只舒緩膏入邊亦都落咗啲益生菌，係可以增強佢嘅皮膚嘅免疫力嘅，係啦，等佢就可以防止佢跟住再有其他嘅敏感出現。明白曬。咁我哋咧講解完呢一個天然有機嘅 B B 產品護膚品之後咧，不如我哋講下其實好得意啊，有一個公仔形狀嘅，其實類似手巾仔咁樣，係咩嚟？這個東西呢，其實它是在英國帶過來的，在香港我們叫它做安睡寶寶，叫得它做安睡寶寶其實就為了BB 安睡啦。它的作用是怎樣呢？如果是比較小的 BB 呢，我們會先叫媽咪就攬住它睡，貼身咁攬住佢瞓幾晚，最少都有3至7日咁樣啦。咁咧佢成隻公仔咧就會吸咗媽媽陣味噶。咁 B B 瞓覺嘅時候咧，尤其是初生咧，你就將佢擺喺個身邊，扎住個心口都唔怕嘅，或者擺喺個身邊，佢就可以聞到媽媽嗰陣氣味噶啦。係啦，因為其實喺好耐以前咧，啲老人家都會講話啊，你俾件舊衫，同個初生 B B 一齊瞓咧，其實嗰個concept 係一樣嘅嚇。但係而家佢哋就出咗就比較可愛少少嘅公仔去代替咗呢一樣嘢啦，但係點解咧？嗰個時期咧，即係三個禮拜，即係媽媽貼。貼住嚟瞓，其實點解要呢個時間咧？其實媽媽就唔使瞓三個禮拜嘅，媽媽咧就係3至7日咧就可以吸曬啲味噶啦。咁但係當然啲人就會問，咁之後 B B 攬攬下，我攞嚟洗咗佢，咪冇咗媽媽陣味咯？咁樣咁我哋就會建議咧，若果係第一次用嘅話咧，儘量咧都喺3個星期之內唔好洗個公仔。剛才你所提到的那個三個禮拜就是不要洗個公仔，是啦、是一個適應期來的。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呢專家都說了，你有21日其實一個適應期就會令到那樣東西變成一個習慣的，是啦。那個小朋友呢，當他適應到這個公仔是媽媽給到他安全感之後呢，其實他就不需要再有媽媽那陣味在個公仔上，之後洗乾淨之後呢，就會是 BB 自己陣味來的，他一樣會是這麼喜歡的會很重奶味是啦是啦是啦，因為反過來其實他們在英國呢，因為本身就是要來呢在每一間醫院的加護病房裡面的 BB 都會用的，他除了是安撫 BB 之外呢，他有第二個作用，就是反過來吸了 BB 的味道是給回媽媽，刺激媽媽的奶量的、因為 BB 在加護病房的 BB 呢是不可以埋身位的嘛，他變成是少一點刺激到媽媽的奶量，就是他要想餵人奶，他的 BB 的味道呢其實是可以刺激到媽媽的母乳，即係餵哺嗰一樣嘢嘅。咁其實可唔可以用普通嘅毛巾嚟到代替咧？其實普通嘅毛巾咧都係做到同一樣嘅嘢嘅，只不過點解要用只公仔唔用只普通嘅毛巾咧？因為普通毛巾你唔知道啲毛巾啲質地係乜嘢嘢，佢靚唔靚，佢會唔會甩毛咧？其實如果 B B 真係擺埋個身邊，佢如果甩毛，佢就會影響佢氣管噶啦。咁第二樣嘢就係話，若果你 B B 真係愛上嗰條毛巾，而你係冇辦法在市面上揾到嗰條毛巾，你就要好 sure 你唔好唔見咗嗰條毛巾啦，因為咁樣樣咧，B B 就會喊到
不得了噶啦嚇。咁、但係呢一隻嘢咧，佢從佢開始有到而家，佢仍然一路生產翻佢同樣嘅樣嘅，所以就算唔見咗，你都係有可以揾得翻佢嘅，即係可以買過另外一隻。係你講個問題，我諗好多家長都有同感，真係。其實我哋都遇過好多家長，有時走埋嚟問我哋：，喂，我想要揾呢只公仔喎，即係當然唔係呢只啦。佢求其攞只嘅啤啤又好，乜都好想問你哋有冇得賣呢只公仔啊？我點解要呢只公仔？因為我 B B 冇咗呢只公仔咧，會喊到不得了。我想買定一隻擺喺度喎，咁樣。咁呢啲就會不停出現呢啲問題，因為尤其是市面上嗰啲公仔咧，其實一般出現一次就唔會再出噶啦。咁如果 B B 真係依賴咗落嗰只公仔或者嗰條毛巾，咁你就要好小心去處理嗰只公仔同嗰條毛巾啦。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嗰、那個清洗方法又係點樣嘅咧？有冇話只可以用一啲咩嘅？例如可能只可以用洗衣粉或者簡液去清洗咁樣？其實佢清洗方法好簡單，同你洗件衫係冇分別嘅。你用手洗佢又得，你用機洗佢都得，劈佢落乾衣機都得嘅。哦，係啦，佢係冇乜特別嘅處理嘅方法嘅，即係當件衫咁洗佢就得噶啦。哦，即係乾衣機都 OK 嘅。乾衣機都 OK 嘅，即係唔會破壞咗佢入邊本身嗰個纖維啊。唔會嘅，因為佢係用嘅布料咧，都係比較優質嘅布料嚟嘅，即係嗰啲棉都係比較優質嘅棉，所以咧佢即係影響佢嘅機會係好細嘅。啊，佢成個嘅形狀其實係好安全，呢條毛巾都冇佢咁安全，因為毛巾好多時候初生 B B 你又驚焗死佢啦、成啦咁樣，但係佢呢個形狀咧，你就算喺 B B 瞓覺嘅時候，你成塊面冚住佢咧，佢都唔會焗親阿 B 嘅。咁佢亦都有一個特定嘅設計咧，譬如佢個頭係圓形啦，啲手腳係星星咁樣形咧，其實佢都係為咗俾啲 B B 有個想像嘅空間，冇眼耳口鼻喺想像個公仔係點樣。圓形咧就因為 B B 型嘅第一個形狀係圓形，所以佢哋會比較中意啲，佢唔會變形嘅個頭，一路用都唔會變形。嚇，呢啲角位咧都係要嚟俾 B B 咧，要嚟啲手仔中意捽下捽下啦，或者有時中意撩下撩下啦，或者要嚟咬嘅，咁都係好安全嘅。咁其實佢嘅 size 一路講緊咧，其實都係啱一啲比較細啲嘅初生嘅 B B 啦。咁如果對於一啲比較大啲，可能兩三歲小朋友，即係佢例如都會好中意黐爸爸媽媽咁樣，咁其實會唔會有其他嘢代替咧？若果個小朋友從細用到大咧，咁呢只嘢咧就冇問題嘅，因為佢都係揸得到佢嘅。因為我自己仔仔都四歲，佢都係咁樣隨時咁樣揸住佢嘅啫。但若果係你話去到三四歲，你先至去揾呢只嘢代替佢咧，咁可能會有啲困難嘅嚇，因為佢已經適應咗一樣嘢，咁嗰一樣嘢我就話你要好 sure， 你唔好整唔見佢啦，係啦。所以若果係用咧，就盡量係盡細個開始用啦，因為個小朋友係會依賴咧。佢就一定會依賴，如果佢唔依賴，你點樣俾佢，佢都唔會要嘅。因為我自己都有親身體驗，我有對孖仔，我一個咧係好依賴啲嘢嘅，一個你點俾佢，佢都唔會要嘅。所以是冇得你揀嘅，唔係咁樣嘅。今日咧，真係唔該曬 Danny 啦，同埋 Ophelia 啦，上嚟同我哋傾偈啦，同埋為我哋咧介紹咗咁多咁好嘅產品俾各位爸爸媽媽噶。好啦，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各位如果想重温翻我哋精彩嘅节目嘅话咧，欢迎浏览优质生活台嘅网址啊，就系www.apps510.com.hk， 又或者可以用你哋嘅智能手机去 App Store 嗰度 download Apps 嘅 Apps， 咁就可以随时随地重温翻我哋精彩嘅节目啦。